近日有传，韩国男艺人金贤重将于本月31日入伍，赶赴京畿道高阳市第90师团白马部队新兵教育队接受基础军事训练。金贤重原本就计划于今年内入伍，最终将结束所有日程的3月31日定为入伍日，而当天恰巧也是 JYJ 金在中、崔正赫、Super Junior 盛敏的入伍日。但对入伍的准确时间，金贤重所属社方面表示，还在就入伍还是申请延期进行讨论当中。即使申请了延期，决定权也在兵务厅手上，我们并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此前金贤重负面新闻缠身，对女友的施暴事件引发空前关注，他已将入伍的消息告知有孕在身的前女友崔某，但是与崔某的矛盾是否化解尚是未知数。崔某的代理律师对二人是否有见面及对孩子出生后的抚养问题均表示无可奉告。夜娱乐新闻中心上海报道。